女子要用知识改变命运，这一路也有很多的困难，她也用自己的聪明劲儿、机灵劲儿化解了很多问题。与虎谋皮，跟大人物交流，我既要展示自己的长处，也要透露一点自己的短处。身先士卒保卫国家，是他呢有他的非常温柔和细腻的一面，都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极致。不要在本王面前耍花枪，小心掉脑袋。内心比较复杂，他会有很多面，但其实每一面他都是真挚。你生来高贵，却不知道像这样的女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得有多难。她是一个有成长经历的一个角色，做皇子的时候会比较骄傲，做皇帝就会慢慢的沉稳下来。别呀，皇叔，我可是专门来看望您的。世人不过爱我精彩绝绝、光芒万丈的模样，可只有一人在我陷入泥潭之中时向我伸出了手。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代表陈明鸿这个人物的基调了。抖音